雪大，赞赞。
现在到汉堡王啊，走啊走啊走。滚啊翻滚吧，翻滚吧，真的快摔死了。那你到底有没有办法落叶飘啊？你到底可不可以落叶飘？可以吗？松啊松啊，太松。休息，不就纸板了吗？都纸板啦、啊！我说翻板都纸板啦、啊！你停不下来啊，现在。先走啊，先走下去，坐缆车还可以再滑一次，好，对不对？
慢走喽。慢慢，赶快去坐缆车，可以多滑一次。快去坐，快去坐，我要去坐缆车。来哟。休息了吗？还没有吧。舅舅怎么拿着板在走路啊？奇怪。
Thank you.
什么？坏掉了。什么坏掉了？哦，又挡在你前面。你要帮我录影啊！这样就会摔，然后就响。因为雪很厚啊，雪太厚了。雪超大，反而不利于你练习啊！雪突然变厚，赶快打直，这样。你以为我不想哦？我控制不了。要租的哈，严重。那把我拍你了，我觉得我折回去膝盖废了，撞伤，直接撞伤，撞人。我踢球。好。请后退。后退了。一步。先这样吗？不要这样。可以。都有啊，有。要不要脸拿掉？等我一下。快点的，要吗？来预备，三二一，滚，滚，好。他们不是都要这样子？怎样拿？怎样拿？你这不就这样吗？啊？他不是要背着背。你的方向真多，一高一低。一高一低，左高右低，是怎样？算了，随便啦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是怎样？愤怒啊！很难，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，快被摔死，摔到我没有力气，全身没有力气，爬不肌肉加强班，可是现在休息的话，要去搭车排队了啦。4:15不是吗？现在已经3:50了吧？啊，是哦，那很好。以为我不知道几点了。哎呦！要
差点把手弄了。啊，那。赶快去排队啊！反正他们都去挤 HV2 跟 3 了。那个是要500的啦。我叫马哥。现在几点了？3:50。好像是4:15的车，但是要先排队。也排很久哎。是这一坨人吗？不知道啊，反正到时候又是一窝蜂。按到，我好像没有按到，那我来按啊，要手指按比较好按。